家来到鱼仔的频道。这一期视频我将继续分享理论上的点点滴滴，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欢迎赶快订阅哦。大概早上7:30，我去了甲板看一个美美的日出，你说美不美呢？早上的甲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热闹，有的人来看日出，有的人来跑步。这时候游轮自助餐选项繁多，找个靠窗的位置吃个自由的早餐，这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由于天气不作美，户外一些活动没有开，又订不到球场打球，在甲板上休息看天看海睡个觉。睡饱后就去楼下走走看看，逛逛街，发现有一些手表品牌店，据说在邮轮上购买是免税的，但是是以美金计算的哦。这艘船上有一间特别的酒吧，是机器人酒吧，机器人就是你的调酒师，只要在仪表板上下单，机器人就会为你服务。去找机器人做酒喝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场的房间的关系，所以我感觉床偶尔会有一点摇晃。大家晚安 ，Good night。The next day。公司很贴心，因为他准备了两个枕头，一个人会有两个枕头，一个软的，一个硬的，非常贴心哦。如果你不习惯睡硬的，你可以选择睡软的。我就是选择睡软的，还不错，没有睡觉问题，一路很好的睡到早上。而且这个床其实也蛮舒服的，软软的，还有这个被子
粘度也够，虽然冷气是不能调，但是温度还是 OK 的。对，我们排队要射箭，可是队伍很长。哇！这也是很多人，我们都在排队，所以有人就是要排队。漂亮的演奏厅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呢？因为现在还不是表演时间，所以没有人呢，有点像旧式华丽的感觉。Somewhere out there. Let's eat breakfast. I'm going to go down. Last meal. Breakfast. 依依不舍。在还没有体验过游轮的朋友，可以尝试体验一下游轮，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坐上这艘游轮，你肯定会胃口大开，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美食，而且都已经包在价格里面了，不吃白不吃。如果你吃不饱，你可以多点几份，或者是你想要多尝试其他的菜色，也可以多点几样。
艘游轮之旅非常的愉快，所以我觉得 Royal Caribbean 是真的很用心的在做游轮这个生意的，都玩得很开心，而且 show 也非常好看，食物也非常的好吃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哦。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